爷大人有大量，这么多大咖都无条件拼命演出，咱们爆米花电影院输人不输阵，这次也派出超级强打，拜见师傅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，我是今天的特派小记者。然后我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紧张，因为我人生从来都没有单独一个人访问过别人，然后我第一次访问就要访问到大哥级的人物，就是特工爷爷。洪金宝大哥，他是我的偶像。17年没有当导演的洪金宝，在《特工爷爷》中自导自演，还当武术指导，就因为剧本好。电影除了动人诠释出的爷孙情感，洪金宝宛如功夫熊猫，真的是最灵活的胖胖，超过瘾的。洪大哥好。大家好。我是瑶瑶。我是胖胖。得配啊，对不对？那瑶瑶、胖胖、瑶瑶、胖胖。我非常紧张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访问过人。你都访问过狗啊、猫啊？没有，我第一次来访问人。我也是第一次被没有访问过人访问。好，那个我看了就是特工爷爷啊，我觉得洪金宝洪大哥就是真的跟想象当中很不一样，因为以往的片子。以往的片子就是比较凶狠，感觉你很难亲近。可是这次觉得你好可爱哦，而且好想要抱你哦。来，因为我好好奇你的肚子是硬的还是软的哦。我是硬软都有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所以是饿的时候就软的，饱的时候就硬的了。所以真的可以抱抱看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嗯。哎呀。哇。那特工爷爷跟你像的地方，你觉得哪里有没有？哪里都像，全部都像吗？就是你本人的感觉。对呀、啊，老人痴呆症啊，那个像得不得了。所以你现在也有在用录音笔吗？啊，有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，我的录音笔你没看见吗？哎呦！就其实这一次我有看到有，其实有很多的后辈跟你一起合作，像彭于晏啊，还有之前有跟吴建豪啊那些。那你觉得这些人谁有办法可以当武打接班人？如果他们还有武打片继续拍的话，有机会。如果他们老是拍爱情片的话，那没机会。就应该他们拍多点武打片，我拍多点爱情片就行了。所以你很想拍爱情片吗？当然想啊，每天那一部戏就抱抱搂搂亲亲，那有一部戏了，多开心啊！对不对？我们要打呀，一点，哎呀，受伤了。只聊天当然不过瘾，趁着难得见到洪大师本尊，想当女搭档的瑶瑶一定要亲自讨教一下喽。首先你要先保护自己，你一来吃饭你钱我有，色在这里，来吧。等我现在过来吧，你。你怎么？你抓我？这样我在这边，啊，我现在没有用力哦，我没有用力哦，就对我的衣服，对我这对用力对，还有叫你了这里，哦，痛耶！拔手指吗？就他只是这样子推我的拇指哎。对，我是压你这个关节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谢谢。为什么要谢谢洪大哥？因为好像时间差不多了。我不行，我非要再继续。真的吗？我开玩笑。那你再讲一下，介绍一下。4月1号，我的特工爷爷，耶。